第一把我们先来一个要求不太高的英雄，对于操作要求不是很高的，我怕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。手感不是很对嘛。全军出击，重新做了个系统，怎么感觉不对呀、啊？不舒服。我超然于凡尘俗世。猴子中落不是吸血鬼吗？九月受不了。猴子打中单，猴子改版了啊，改的比较强，他要 E 了。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我还要得寸进尺，舒服，三连点。我先二，这是肯定的啊，我还要耗他一轮，他想一十点你，来我就跟你硬点，我小兵打你没事的，他完了，哟他升级了，他为什么先升二级？我这个小兵打死他就死了，二级，哎，升二升晚了一点点，他GG了。炮车，他不回，他要把这波线吃了才回。我这波塔下肯定要蹂躏他，他的打野是盲僧。啊！点死你，晕你，点你。我现在要注意他的打野了。果然。晕住，无所谓，我好像要死，带到塔下。没关系，有 TP， 不是很伤，抓到又如何？不会太影响我的发育，这波不会太影响我的发育，只是对面搞了一个图而已。这个盲僧要死，他闪现交了，让你交闪，蓝 buff。哎，这个还要给我换号吗？难道这个头不应该我吃吗？这个头不应该我吃吗？兄弟们，从几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个人头应该我吃吧？第一，我复仇，对吧？第二，蓝 buff。第三我中路，第四我后期英雄，任何角度上来讲的话，这个人头应该我吃啊，他居然给了我一个问号。炸死你，炸死你，我现在要小心一点了，这波在此就走，这个盲僧在盲僧在这一块啊，要么在这一块，现在不能被抓了，这被抓就亏了啊，这波没踢了，没踢不能死了，死了就炸了，这猴子想要动我了，但我不跟他打，我只补刀啊，我只补刀，我把视野插好，我们视野非常的好，我可能要帮一波忙。往外走，炸死你！
过来就给他个 W 稳定消耗，稳定消耗。我炸死你，开大招，一二，我最后一个不放，三，哎，这真没办法。不好放，来上上，我在，我在。好的，听说你第一波闪现抓我很帅的样子，来过来送人头。这么说，这么说，哎，彗星一个人头收获，完美。这猴子可能要死，他死了，我觉得他死了。这个走位走不了。耶、yeah? ？哦，他 W 能突进。那你就在这不要回来，那你回不了的呀，那你 回不了的呀，他非要吃这波兵，我起飞了，这个发育，吃一层塔皮，吃不了。再推一波，快一点的话还是来得及的。两个 Q 全部收掉。哎呦，跑车好，别兄弟，完了，我感觉我完了。先给他个缓救吧。进组，哎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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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没关系啊，这波我感谢我起飞了，呜呼冲上飞，感谢王者坑，感谢。这波我很肥，死一次影响不大，我主要是贪这个塔皮，150块，其实也还好啊，其实也还好。世界将会崩塌，但我将会留下。这个盲僧熟练度还可以，我开大招，哇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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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感谢疯狂擦脸的飞机。他们好像还挺猛的，干什么？打这种突进的是最烦的。不跟你玩了，好吧？我这波有闪，不跟你玩了，兄弟。跑车很好，8分钟70刀，三个人头。两个 Q 一波兵，这个刷钱节奏是最舒服的，玩泽拉斯最爽的就是这个刷钱，刀不漏，这个塔皮可以吃，有闪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想着去消耗它。离他远一点，我离你远一点，我炸死你！不跟他打，我先不跟他打。我就发育就行了。完美。没事，别怕，我在，在这里。这波看他怎么说，来就是一套，不来吗？那我知道打局了。兄弟，这你也上啊？
我有闪，好吧？嚯、哦，这个人是多捞啊！你是多捞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有多虎？你是有多虎？我这个人好虎啊！这都要杀，硬杀，差点把我打死。他跟我换了，我也不亏的。耶！哎呀，我在看弹幕。莫名其妙死一下，我吹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我大招不值钱，跑得快。这个塔我要了，盲僧在下路。莽夫也来了，莽夫又来了，莽夫又来了。反正你是不怕痛的，哎，你是不怕痛的，哎。盲僧死了吗？没死，抓到人了。行，那我不能打。这波先不能退了，我得猥琐一下。这盲僧打得还可以，熟练度挺高。泽拉斯空大很正常的呀。泽拉斯那个大招，团战的话命中率还行，他想单点炸一个人没那么容易的。你三个炸一个其实就算可以了，我说实话。炸两个的话呢，你运气不错。炸三个那是炸胡，感谢捞马加油，有空来看你送上飞机，谢谢，感谢。这个盲僧挺厉害，我从他第一波抓我就能看得出来。哎，反正你也不怕痛，哎，你也不怕痛的。哎、你也不怕痛的，哎，反正你皮厚，你无所谓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看你这波怎么办，吃药，吃药就行了，吃药，吃药就行了。尾巴炸到，无敌了呀，补刀有点少。先来一本鬼书，帮我打个狼吧。我感觉我们这把打野存在感好像很低啊，没对面厉害。不过无所谓，好，我扎纳斯也不需要帮忙，我就有蓝 buff， 我能刷钱就行。到时候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。兄弟帮忙打个蓝吗？怎么样，我补刀很少。哎呦，这个盲僧不得了，这个盲僧有点厉害啊。哇，七个了，这把好像不太好打啊，我好像有点得意忘形。哥们帮忙打个蓝吧，算了，我自己打了。我到现在一个蓝 buff 没吃到，发育很成问题。你不会把我蓝抢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这个操作他应该还是比较认可的，他应该觉得我是高手。
这个的话，我们先走过来，不要开大啊，这个时候开大意义不大。先在远处给一个大招，1000块，炸一下，定住红 buff 连住一串二，炸住点他，复活。哦，这个爽，红蓝 buff 加1000块，盲僧的人头。这盘要靠我呀，要靠我。哇，这个伤害！这猴子现在应该不敢跟我打了。哎，炮车！1000块。这个太肥了，继续刷，继续刷，我只要刷下去就行了，我一直刷就行了，就赢了，对吧？我不需要杀人，人都已经够了，我也不需要着急的帮我队友去建立优势，因为现在建立优势的话没什么意义啊，要到了大龙刷的时候，啊。中后期一波团战送个大龙，他不会过来吧？完蛋了呀，差距有点大，说实话，他们可能要吃峡谷，你不会要过来吧？先刷兵，大龙，这个艾希，其实他们这把打到后面啊，我不是很虚的，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呢，我的发挥空间很大，除非这个盲僧和猴子能够一并的突进突到我，否则我没有威胁，那我的输出就是无限的。团战永动机，不对，应该是法术机关枪，不对，应该是远程炮台，开个大招，2、3、4。大招现在走，再来一下走位，好，收了收了，这个肯定收了，这你跑不了的兄弟，你跑不了的呀，又是尾巴带到他，攻击距离贼远，这盘基本上要靠我推了，我还有4000块，好肥啊。这个盲僧打得不错，但是这波他应该不太好跑，我看看你怎么跑，我把你拦住。他们视野有点好哎，我在这个地方好像被包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还是回到中路吧。我怕被包了，交给队友了，我们卡不能丢。可以的。收一波回家了，下路应该爆不到。好，可以，我有大招，1、2、3、4，尾巴炸爆他，一个定，一个缓速，全空溜溜球，没得蓝了，交给你们了，我走了。195刀，鬼叔是肯定要出的。他们这把有吸血鬼，有 IDC 的治疗。哇，现在输出炸裂！我们吃个蓝，下一波小龙我们应该就可以打回来了。现在是一个转折点了啊，22-18，下波小龙我们人头反超应该没问题，以我现在这个装备啊，这个装备没人扛得住啊，艾希根本输出不了，
抱他，大下困坐缓坐，我溜了。我们先开大招，给一下，给两下，三下。你先打，你打，你打，我看你能不能吃得消吗？你这个我这个伤害你能吃得消吗？哎，你守龙还是你守不守嘛？你还是要下来，龙是我的，混个助攻，完美。看到没有，人头反招了吧？现在团战太好打了，吃爆大鸟，差一个，吸血鬼可以，继续杀，补刀还行。三十八，这个瞎子气死了，带着那么一手好节奏，被我一个扎拉斯给搞乱了呀！一大两大三大，没关系，三连套带走。哦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这个伤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。哦，炸死你，难不难受？没有脾气啊！3300，买个帽子。啊，强啊！再来个法穿棒。他们将因我而亡。队友敢怒不敢言，哇！我这个战绩，我的队友，我吃三狼和大鸟，你觉得我的队友会怪我吗？不可能的呀，他们会把资源都让给我吃啊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盘我很 C 了已经，好像，哟。上路已经推掉了，没事，不亏，来纠缠一下，我带炸他，直接阵亡，下一个 Q 你死，走位走不了，这个走位是走不了的，好吧，这个走位是走不了的，他只有一条线走，团灭，上路推掉25层数，我一直在打架呀，只不过说我的打架是在远程打就是了，我一直在打输出。我们得收一下这个大佬，现在虽然有优势啊，但是我觉得不能膨胀，膨胀的话肯定要输的。溜溜球开大，炸炸炸炸炸！哦呦，还差一点点钱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这个法穿棒很重要，25分钟六神装啊！别兄弟，完了，我25。值得很，值得很，嘿嘿，杀心很重。大龙，大龙，我踢过来。他们现在对我仇恨值非常的高，就想把我杀一次，把我的这个杀人数给弄掉。刚好，太狠了。
七八八的输出，很遗憾没有火龙。他们应该要走了吧？有的一定啊，其实他们还有玩，只要我发挥不出问题，这把应该是赢了，除非我失误。我现在一个大招就能把这个 ADC 给炸死，我都不需要让他看到我，他就死了。哇，这个输出开玩笑，走位，走不了位的呀。这个走位走不了了，太凶残。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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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再给我个蓝 buff 就好了，45的 CD。我们有蓝 buff， 我去收一个。赢了赢了，对面应该这个不想玩了。一套下来 buff 就没了，没法就可45 CD 833法强。2/3，炸死你！往后拉，直接炸死，再来大招好了，等一下放大，先给他个炸弹，好开大招，你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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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Q 他就接闪现。给个机会，啥机会啊？这还给机会啊？这已经没了呀，兄弟。最后一手 Q 闪怎么说嘛？帅是不帅？